全能充满慈爱的上帝，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您，我们的捐助单位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我们梁山部落，要来见证他们对部落的爱，让我们的孩子不怕没有电，也让我们的孩子学习如何来节能用电。盼望我们常常受捐助关怀的时候，让孩子从小所领受的将来成长能够回馈部落，回馈社会，让他们做一个上帝您所喜悦的孩子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好山好水好风景，更看到有一群人很用心的在为自己的部落及下一代而努力。如果这是一座集合社会大众的力量，让部落更凝聚更永续，让孩子可以得到更好资源的公益电厂，我们相信这座电厂将成为一个起点，一个让爱及梦想起飞的起点，让我们一起把爱找回来，让梦想可以实现。